考研考这三所大学考上就是金饭碗。这三所大学考研分数并不高，但是考上就是金饭碗，一辈子不用发愁。一，河北地质大学，背景是国土资源部。二，沈阳理工大学，背景是国家国防科技局。三，西安财经大学，背景是国家统计局。建议准备考研的同学呢，收藏起来，并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。